严清标热情招呼，亲自带着侯友宜一个一个向地方基层打招呼，用行动展现对侯友宜的欢迎与力挺。严清标出手给足面子，显示地方派系也在归队中。 侯康配陈军蓝营整个动起来，大开F4台中赶场合体造势。就在这里展现政党实力，蓝白确定分手，侯友宜也不忍了。政治不然，能力呢？诚信，诚信是柯文哲要离开团队了啊！国民党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，可惜真心换到绝情，国民党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。 对于蓝白最后的结局难免遗憾，但是三角独战局已经成型，接下来要促成蓝军大团结。侯友宜强调自己的仗要自己打，没有模糊空间。国民党打的是团队作战，昨天国民党已经很清楚下金令状，没有模糊的空间。我们都是勇敢的战士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团结前进。 积极浮选，争取最后的胜利。根据最新民调显示，侯康配成型，声势上涨，支持度一路上升，以32.5%紧追赖萧配34.8%。反观柯银配的组合，则以21.2%紧赔末座，落后对手超过10%。赖清德，你有啥物资格到要向中华讲？你是台独的嘛？啊，即摆头前讲抗中保台，即摆和平保台，讲半个，你就台独的嘛？ 我就是反台独。再看看这8年民进党的执政，我们不难过吗？这8年的贪污腐败到什么程度啊？连民进党自己都看不下去了。要冲出蓝军团结气势，侯康配本土蓝加上战斗蓝新局面，不只要把蓝军基本盘全部拿回来，更要让柯文哲看到国民党的政党实力。剑森四元带据桃园、台中、苗栗采访报道。